今年到了文旦的产量减三成，市面上顶级的文旦非常的抢市，尤其是经过评鉴调整的文旦油供不应求，为着要回馈社会，帮助弱势，这次高雄陈庆南捐出调整的文旦油来义卖。我想讲回馈一下社会，我本来嘛去看到华山基金会咧咧捐募，伫迄个网络上看到，你知啊？我想要捐出来呢，捐出基金出来去做基金呢。为着要帮助独居老人来欢度中秋节，每年华山基金会拢爱向各界来捐募经费。这次高雄陈庆南的爱心行动，对照顾独居老人的经费有真大的帮助。优等奖的文旦其实就是在斗六算是很难得的，所以就是说很谢谢我们这一位陈先生愿意这样子把他得奖的文旦捐给我们来做义卖。今年到六市文旦由评鉴调整的，一箱平均价值2000块，而且是供不应求。高雄陈庆南爱心捐助、抛砖引玉的精神，真令人钦定。以基于一种回馈感恩的心，阿要将这个文旦，得奖的优等的这个文旦，来回馈给咱华山基金会，要来邀请咱社会哈，有爱心的咱这个好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长者哈，也跟我们一样，拢过了一个非常完团圆圆满的这个中秋暝。高雄陈庆南今年迎接到六市文旦油评鉴的优等奖，不过伊非常的谦虚，伊讲八年前伊的文旦油种了无好食，但是伫柯明顺老师以及真侪前辈指导之下，才有今仔日的成绩，因此伊用回馈的心来帮助弱势。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